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京话连篇第18期，我是磊子。啊，上一期呢跟您聊了聊这个遛弯是什么意思，今天这期啊跟您说一新词儿叫悠着点。什么叫悠着点呢？悠着点啊就是小心一点，注意一点，就是慢一点，哎，别出什么危险，这就是悠着点的意思。给您举一例子，记得我那会儿刚学车的时候，我爸呢就是不放心我嘛，经常是坐在我边上啊陪我一块儿出去练车。后来呢我觉得我练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后呢就觉得能自己开了，然后呢我爸还是不放心，说你自己开你悠着点啊，慢点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我印象特别深。再给您举一例子，悠着点，记得我那会儿上网买了一个弹跳棍，气压的，我也是看人那个网上视频那种啊，能蹦两米多高，咱小时候蹦那弹跳棍不都弹簧的吗，人那气压的，我说这过瘾啊，买一个。然后结果呢买完之后回家还没等我玩呢，哎，我爸他先拿着那弹跳棍，他说哎我试试，我一看这，我说哎爸爸爸您悠着点，哎，这跟您想象的可不一样啊，这就是悠着点，就是让你注意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别出什么事儿，这就是悠着点。不知道今天这期您学明白了没有？ Wordy Klay and I’m, Beijing Dialect.